麻烦东兴请就坐吼，咱就要开始上课了。哎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！啊，上课要有精神哈、啊。啊，够有几个哈、啊？请大家各位观音就坐哈、啊，因为要点招一届就无简单。啊，各位，我今日题目吼，用希望甲等待，希望与等待吼。各位来看这个题目就知意思吼。以前啊，法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大冲马，有另外一个叫小冲马。小冲马呢？有做一本册叫《茶花女》啊，《蝶回路》。但是大冲马呢，伊写一本世界的名著，就是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。在咧描述啊，一个那呢，这主角哦，迄主角叫做 Adamant Dentis， 伊本来是一个船员呐。啊，你行船的时阵吼，第一，伊无啥物教育程度。在行船的时阵呐，伊都要找一对单呢。迄、那个圣赫莲纳岛，就是迄个拿破仑战败了的时阵呢，去关迄个所在啦。啊，船经过遐时阵吼，拿破仑写一张批的时阵吼，甲交代伊安那呢，去法国，啊，有什么人、什么人、什么、什么人？结果用摕这张批的时阵呢，啊，用错别去。包括伊个迷魂车，伊个迷魂车呢，啊，互一个检察官甲霸占去，所以呢，判多刑，入去坐十四档啊，等于减我一档，我十五档啦，吼，爱十四档啊。伫内底时阵呢，伊真幸运啦，我咱着请各位大官个就坐吼。伊真幸运的是拄到一个啥物人呢？拄到一个爵士，这个真有学问，阁啥呢？阁有迄个宝藏。所以伫内底呢，甲这 Adamant Dentis 一直教伊读册。伫一个中原唔捌字的呢，竟然一出来了时阵吼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伊一个爵士。迄阵啊，所社会人唔知影讲，伊原来是迄个中原呐，比海迄个中原就对了。所以等下个安那呢，伊挖到迄个宝藏，就开始个有钱哩啦。所以开始计划啦，他计划，免啊报完仇啦。而且十几年来，伊个迷魂车用霸占伊，甲所有名誉受损的这吼。啊，开始一步一步按照伊个所计划啊完成，所以这个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吼是真好吼，这部册。但伊结论了吼，真重要一点来讲，伊讲人生活在希望与等待中呢。所以你经过来电影的精华来电影吼，我该出结果。来自今天呢，我们高级班点招哈啊，这里来给您讲课的题目的希望与等待，这和咱呢，咱的处境有点关系啊，咱的处境呢有关系哈。有老师讲，咱的国民党这个招罗建馆，哦，来底下可能阿伯求夫给咱领地啊，六十几栋啊。咱今仔毋是成功，即个阿爹们等的是想讲要计划变啊报复，毋是。咱是安那呢？来即个上课了先，我能带着新的观念，变啊把即个国民党伫遐长时间甲咱压迫，即个毋是修行，毋是哦，是即样代志哦，变啊做一个妥善的处理啊。
所以我们希望什么？咱希望中华民国管离开台湾，因为台湾不是伊的，你知吼？台湾不是他的，所以小等下我来讲吼。美国的态度内底，伊足清楚的讲，台湾不是所有两个中国的，中华民国也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拢不是就对了。所以我讲，中华民国伊中国大陆流亡过来。但是咧，好高命好生存，几十当来咧，伊无想讲，你走落来台湾的时，咱台湾是安那收留你？伊是全世界上大难民潮啦，难民啦。所以即马去年咧，中国迄边讲，他们欢迎因当初就开始传难民咯，佮等于对啦，等于中国说的平坦的所在大啦。迄、那个所在是用咱台湾汇挂钱。干中国合租起起来平岛、平潭，过去咱这平潭岛吼，本来是荒芜的所在哦，不毛之地呀、啊。腰身一边，即马起个含台北那边繁华，伊要欢迎因这批难民。但是呢，国民党、中华民国一直敢讲，因家是农民，啊，其实是难民啦、啊，因多亡难之来家。甲咱食，甲咱住，甲咱吞他，也个脚踏烂。所以时机成熟也成，伊安那呢？因为咱必须得带烂去隔壁国。隔壁国的心哦，当初咧过真困难。我想当初咧港口的时，各位拢有知影，迄个困难多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能做详细。但是最起码，伫法院接受咱的过的时，咱已经赢一半。因为必须提出来引经据典，拢我法院呢，加包括因国务院，拢我都一定爱接受。第一是安那呢？咱本土大人无国籍，这是属性嘛？因为伫安那呢？1946年因过来时阵呢，就全部无征求咱的同意，就拢改做啥呢？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当初美国、英国都有反对。但是，据政治现实的时阵哦，反对帮反对的心哦，伊甲美国讲，这个所在我通知我当安尼替咱的迄个美国的心哦，维多共产国家。所以迄阵啊是国际共识是安尼是讲会当吼，和本身伊的国家利益，所以你要继续通知了。啊，刚才国际的时阵，老实讲，伊违反国际法啊，迄个国际法吼。你爱本来同意，日本的时阵哦，当初为清朝遐，伊挂日本大帝国皇帝的时阵呢，因为了统治咱台湾甲澎湖，所以因安那呢，和台湾澎湖有两冬的时间，和恁咧考虑，恁是要做大清的国民，还是呢要做我大日本国的皇民？结果两冬了后，日本过来问啊，拢是偌济呢？有4000几个，别个做大清帝国的国民啦。所以以后你老做咧清吼，当然咱在座家无清掉啦。为清掉迄个天本的时阵哦，啊，开始华侨啊，哦，所以为了清了华侨吼，你咧感觉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咱咧伫台湾咧生活啊，现在我都变成华侨去吼，就是你的祖先内底，就要清，要哪要停留伫吼。大清帝国，就做大清帝国的国民呐，所以你填本来得靠迄个叫华侨的。但我想咱在座这清拢无嘛，拢就是咱讲个本土的。所以1946年的时候，无经过咱的同意了，鬼拢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所以这60几年来，咱拢伫中华民国这个阴影、这体制内底受教育、就生活。包括我本身也是吼，啊，我阵啊，搁入去读军校哦，啊，军校是国民党的东军呢。中国大陆的时吼，你也是一个两个对抗，共产党、国民党，拢是陆军官校咧对抗。把周恩来伊来靠陆军官校内底的政治部出身呢，把咧林彪伊那都陆军官校出来呢，是不是呢？啊，老蒋的呢，佫是陆军官校长呢，所以伫中国大陆应该来乱的时呢，拢是
陆军官校内底咧对抗，所以阮要入未时啦，要入来咧学搿只功夫啦。咧学啥物功夫？就讲，既然伊只外来政权是用武力嘅眼占嘅吼，所以呢，咱也是讲要对抗者，要甲赶者，咱也无即个功夫，你也无多。所以阮呢，有少少入陆军官校，但无有功夫要要学成嘅时咯。罗越所以啊，你看，啊一关现在关了15档啦，吼、哦，意思你都无批条啊，我快些当当当吼。但是呢，我咧想讲吼，上天真照顾人。15档的时候，伫内底，吼、哦，当然，咱的油价股去讲要受伤，而且受伤的时候，我伫了个呐，人建议讲是唔是吼，爱去手术的，我讲买。手术以后，若好了时吼，咱也袂记进吼，这是由国民党甲咱推的，你知影？好啊，所以时吼，这30-40档内底，我当咧伫参加民进党抗争活动吼，捌一行行10多点钟，你行时吼袂疼你啦，但当然休困的时吼，吼我较会酸疼安尼啊。包括我即马今日讲话时阵，我会当听2点钟袂疼，但是呢？我当休困的时候，哦，阿凯在听，这是意志力啦。人要有意志力来克服啦，克服就通过。人听不懂就惊便宜啊，啊，听不懂就要手术啦。另一只啊，咱上天保护咱的皮肤吼，这是最大的保护层，你知影无？咱的皮肤最后尽可能卖一个叮当一样，人的器官上大，咱的皮肤啦。啊，所以别看你听了要手术，看你也别手术吼。这唔好，上天给咱咱的宝石，真的真正无多时阵，他挡得了对啦。所以讲各位，今咱即个东兴有机会来接受咧到民政府，吼、哦，一个新的观念，来遮接受受训的时吼、哦，咱还有一个认识，一个教育你要创啥？就是咧不公不义的中华民国这政府，我离开咱台湾。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的，对了，够意，哇，看胳膊点你啊，大只喂，今来讲有单，拢讲到拢无点你吼，哎，即马有吼，有听伊吼，啊，想讲也会等伊啦，啊，我意思讲爱讲较细声的，有单讲个呢，证书来时阵吼，对起来呢，中华民国老实讲吼。因啊，如果伫咱台湾即个遮，啊，台和平相处真好。卖用讲咱台湾是种，好像讲伊是占领国，伊用胜利者的姿态来过来的时阵咯，甲咱讲吼，吼、哦、投回祖国的怀抱，啊个台信心神咯。结果咱的生活，咱的国民伫咧眼中内底，拢是二等国民啦。当时讲的时呢，因知影咱台湾人勤俭好学，啊个啥呢？我咧烧炭呢，啊，所以咧选举的时阵哦，啊，就安那呢，甲恁买票，甲恁买票啦。啊，别个政权的时阵哦，甲来利用伊安那伊关系，甲恁剥削啦。喂喂，我阁无伊啊。啊，他呢？喂喂，吼、哦，来，我今下咧讲的时阵，讲甲拢等伊吼。这是咩点破的关系吼，也是啥磁场哦？我哋兼职总部是迄阵啊吼，掠伊咧修理啊，啊修理到尾呢，我都无爱讲啊。以前呢讲奇怪，你人咧坐落，啊是安那政治名单哦，会送甲国外，佮送甲联合国啦。好，一定要对这个原因啦。啊，你人咧伫龙岸来啊，变啊，这个物件出嚟，啊我唔讲就唔讲，因为我若讲个，佮害得成十个人啊。包括咱倒卡手的，包括咱的资料给咱盗用的吼，这些人拢会受灾殃啊！所以我就忍起来，宁可牺牲咱家己，唔通牺牲着咱给咱倒卡手这些人啊！所以讲，咱嘞用软的无多，用硬甲把推翻来无啊！啊，甲把用电的，你知影无？哇，佫无一个电呀！啊，奇怪啊！来，我这电嘞，讲着电哎。讲着电较敏感的款吼，人家电了了小多伊吼，啊我简单讲着电哪呢？因即摆开始用电那个做电椅啊，
坐电力的时候，头用单线的，单线的时候无透过心脏，你知影？坐电力啊，一条线到你这台车咧电了，开始咧电的，伊就要问我讲吼，你就剩两年外尔，你就出去，因为我头判十二档啊，啊，搁坐九档外，搁剩两年外要出去啊。对，对我当时咧，1971年，就是因龙联合国，迄种挂出来迄档就对啦。因为政治党在1970年的时候，裴教授，伊走出连三暝三日拢走一个水电啦，所以我是感觉讲裴教授出的时候相处好些啦。你出来要讲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在遮玩啊残暴吼，你无资料啦，所以做那个引起我想讲爱做资料，上有裴教授啦，所以就直接动机了安尼来。所以1970年的时候，我开始了收集，开始了用，下一时无一个。